苞米放入锅中，上面给它铺上苞米叶，再贴上一圈土豆，再放上茄子和地瓜，再放上一个面瓜，加三圈水没过苞米。祖传的白钢盆中打入两个母鸡蛋，自己喜欢吃的酱搞里头，葱花辣椒圈搞里头，切好的土豆丁搞里头，用我妈这俩大牙签给它搅拌均匀，鸡精十三香搞里，大豆的精华就来半缸，最后再来点海鲜，扣上锅盖，小火蒸了两个半拉点。老铁们，一分钟的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有缘点进今天这个视频，麻烦大家上方红心帮我点亮，求求大家也送我上一次热门，感谢大家支持。出锅了，我先来一口啊，老铁们。老郑，嘎嘎好吃啊，老下饭了。嗯，鸡蛋焖子。